燃番剧场燃番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我绑架了时间线》，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作者一刀斩斩斩，由尹轩剧社倾情制作，欢迎订阅。第341集。想到这里，他的内心泛起了涟漪。血缘、紫魂、念动力，如果能借用另一个他的力量，往后每一条牺牲线他都能走得更加顺畅，说不定连旁白都能借过来使用啊。但这些想法他也只是猜测，奇迹手环能否做到跨越空间、时间、距离来获得另一个他的力量，完全是未知数。这条时间线上的他显然是没法证明这个猜测是否可行了。如果想要尝试测试，就必须得让另一个他拥有奇迹手环，然后再建立一座神像，这样他才能以信徒的方式与神像建立精神联系，然后另一个他才能通过奇迹手环作为中转站，将力量传输给自己。想到这里，他望向奇迹手环的眼神发生了变化。就在他想着该如何获取奇迹手环时，却见迷雾之主抓着奇迹手环向他抛来。那这东西的作用我已经给你研究出来了，往后该怎么用你自己看着办。我比较推荐你去发展信徒，然后借用信徒的信仰力量来使自己变强，偶尔也可以借些力量给信徒使用，让他们对你的信仰更加坚定。这东西给我了。看了眼手中的奇迹手环，风气愕然。你我各一个，我说过未来我有的必然有你一份。说着，迷雾之主脸上浮现灿烂笑容。借过迷雾之主抛来的奇迹手环，风气不由得愣住了。这么多年的接触，他清楚迷雾之主对于力量有多么渴望。奇迹手环的作用固然没有血石那般能够与他的能力完美匹配，但谁又会觉得多掌握一种力量体系会是累赘呢？在迷雾之主的描述中，奇迹手环能带来的成长潜力巨大，如果拥有足够多的信徒，长年累月的朝拜能让他获得难以想象的信仰力量。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成长方式与神话中的信仰成神十分的相似，汇集信徒的力量，将他从肉体凡胎抬上真神之位。通过奇迹手环，他还能与所有提供信仰力量的信徒建立精神层面的联系，甚至可以向信徒传递自己的部分力量，加持他们。抬头望向迷雾之主，他心中复杂。迷雾之主曾经说过，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站上顶峰，身边定有他一席之地。无论迷雾之主是否会信守承诺，对于这句话他从未当作一回事儿。毕竟他要做的就是利用迷雾之主，然后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根本不给他崛起乃至站在顶峰的机会。但他从未否认迷雾之主是在真心的对待他，真的将他当成了生死兄弟。这时迷雾之主站起身来，望向他微笑道，没其他事，你先回琥珀分基地，我留在这里继续等待机会接触琥珀研究院，我们到时候再联系。收起心中翻涌的情绪，他抬头望向迷雾之主开口道，对了，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在迷雾之主疑惑的表情中，他继续开口道，事情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入住琥珀研究院之后发现了一件怪事，琥珀研究院似乎在有意压制修炼功法方面的研究，然后将资源以及人才都调往术法研究部门，这显然有些太不正常了。虽然术法研究十分重要，但是功法才是修炼学的基础，这显然违背琥珀研究院建立的初衷。我觉得这背后可能隐藏了什么秘密。听到这里，迷雾之主的脸上露出了思索的表情。沉思片刻之后，他抬头望向了风起。我似乎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觉得琥珀研究院高层可能被其他领域势力渗透了，这支神秘势力极有可能在利用琥珀研究院的资源与人才为自己的族群创新术法。对，这就是我的想法。凤琪当即点头道。听到这番话，迷雾之主的表情变得凝重。如果已经有势力渗透进琥珀研究院，那我们的计划就不好展开了。看到迷雾之主眼中的忧愁，凤琪完全能够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从历史角度来看，琥珀研究院最终会落入迷雾之主的手中。如果琥珀研究院高层真的被领域势力掌控了，也肯定会败在迷雾之主的手中。但这是他从了解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这条时间线得出的结论。从迷雾之主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情况则完全的不同。琥珀研究院背后可能存在的领域势力到底是什么来头？实力又是如何？这一切在迷雾之主的眼中都是未知的。贸然行动的后果，或许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能够规划千年布局未来的他，怎么可能在不知道对手底细的情况下贸然行动呢？想到这里，他望向迷雾之主开口道，这样啊，我先试着展开调查，有消息再通知你，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可没打算放弃，只是觉得渗透琥珀研究院的计划需要再重新规划了，将这些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考虑进去。但琥珀研究院我必须拿下，这关系到血肉剂的推广。望着一脸认真说出这番话的迷雾之主，风气忍不住翻白眼。要说嘴硬，迷雾之主绝对算是嘴硬中的王者。从吊打穆晴再到成为主神，迷雾之主面对任何挑战嘴上绝对不会怂的，但行为上却是很诚实。例如上次护送任务，真要面对穆晴的时候，他就差原地自创一门能够隐身的术法来逃避面对了。仔细想来，或许正是因为谋而后动与谨慎的性格，才能让他成为未来最大的赢家之一。这时迷雾之主出声打断了他的思考。你在琥珀研究院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了，现在的你只是一个测试员，根本接触不到琥珀研究院的核心资料，反常行为反而会引起关注。放心吧，我看情况行动，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听到这番话，迷雾之主当即点头。那就好，你最好等我与琥珀研究院展开接触，再考虑后续调查。闲聊了一会儿之后，凤七离开了迷雾之主的房间。走出酒店之后，他打了辆车。当他回到琥珀分基地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两点。用手机支付了车款，他走下车，抬头望向前方，是3米高的金属大门，两侧延伸的基地围墙上每隔10米安装着一个摄像头。围墙后面高耸的瞭望塔上，光柱来回扫视基地附近，检查着周遭情况。来到金属大门前，凤西从口袋中掏出了实习身份卡，卡片刷过之后，绿光扫过他的身体，随后金属大门缓缓地打开。夜已深，琥珀分基地内依旧是灯火通明。其实每一座研究院都是如此，基本是24小时不停歇的运转。内部科研人员基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普遍就是醒了就工作，累了就休息。也时常出现科研人员一天一夜不休息的特殊情况。例如灵感迸发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将脑海中的灵感记录下来，极有可能再也找不回灵感迸发时候的感觉，从而错过一次术法的创新。通过两道安检之后，他进入了琥珀分基地内。片刻之后，凤七回到了房间。坐在床上，他低头看了一眼佩戴在左手腕上的奇迹手环。这枚手环似乎是由纯粹的能量汇聚而成的，绿色流光拖着长长的尾巴绕中心旋转，形成了手环。思索片刻之后，他站起身，拖出了床底放置清除记忆药水的金属箱子，解锁开启之后，他将奇迹手环放了进去。对于这条牺牲线的他来说，
奇迹手环的功效近乎是毫无作用。佩戴在身上太过引人注目了，倒不如暂且封存起来。